太近了啦。文件，看一下哈。第一张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是出厂证，等下会给你解释是什么。接下来就是这边的收费的单据，收据都在这边。然后有选择份图。之前这个叫做房窃，房窃叫做我们在车来到台湾车测安审的其中一项，它需要你在每一个外部板件上面做房窃的辨识哦，打贴个贴，那不是打上去，它是比如说用晶片漆或是用贴纸防撕贴纸，它来做的，这就是做的那个单据。然后再来这边是进口报单，车子来到台湾，领牌不是领牌，结完关税，对，结完关税，然后的关税报单，就是这张安审合格证，然后上面就会把你所有的车子的形式注明起来，至少这张我才可以领牌。最后面再等一等，就是这张，就是这一张。那这些呢，在的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台湾的牌照登记书，这个就是监理单位他在做记录用的，有一份是我们的车主联，是你的，然后有一份是在监理所那边，快两份。那这些单据啊，这些单据，在我你玩牌的时候，等于就是没有什么作用了。留作纪念，跟安审要留着。OK， 对啊，因为他跟你的这个车子的形式那些都有关系的。好，但是这些都无价的。那张是有价的，这个叫做出厂证，就有点像他的出生证明。这比较像出生证明，由美国加州政府核发的。对，加州政府核发的。这个东西在台湾，它是有价的。什么叫有价呢？当你在卖车的时候，他们会给你拿这个东西。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类似保护卡？不是保护卡，类似出厂证。就是好像就是出厂证。最高最高，它可以，如果你没有这一张，它可以扣你卖车车价10%。最高啦，最高啦，大概是一个，这只是一个业界的那种不成文规定的，你应该可以跟他去协商几万块什么去跟他谈，但是原则上希望是他不要不见的，我知道，对，因为再三提醒你们，到时候放在资料夹里面的，千万不要搞丢了，好不好？破版的就是红色的，然后应该是270号，到时候你可以来。270是你们卖出去的车子，还是？其实 loss 掉蛮多的啦，对啊，只是后来我们在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已经有一段日子，那现在又重新累积，对啊，还好这样，然后这个现在的作用目前会慢慢增加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分享会200块或2000块的，你都可以带朋友来听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可以带两个，然后之后当然会有折扣。然后我们除了现在这边以外，慢慢的区中区、南区看看有机会，一直会扩展出去，所以到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联通的，这样子先把它规划好。OK， 好。
做了，操作了。深深的一刻。那车主那个想法？想法。对啊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那个钱都不见的感觉，钱瞬间掏空，钱没有不见啦，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嘛，变成这个形状。来吧，起来，接到我这里了。然后第一件事情，踩电油器，对。发动吹冷气，为自己开个冷气吧。然后刹车要吗？对，我觉得刹车不用，刹车不用，离合器就好。喂，好，再来喽。调整的电动在这边，前后上。上下这个我有玩过，椅背，它腰也可以调，腰靠在那边。好，重点在这边，它有两组座记忆、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，第一个，先把，可以先开冷气，先把，电折掰到左边，这边，电折的部分往左边调，就是调左边的。前后左右上下，掰到右边，就是掰到右边就可以调前后左右上下。OK， 好，再来这一根就是方向盘的调整上下拨杆，那你拨杆之后它把它解除之后，你就可以前后对前后上下，然后 OK 的时候你把它掰回去就好。觉得可以再为公司奋斗20年。这个钮按下去之后，亮红灯，按一，按一。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记忆的模式了。好，现在二不是你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假如说你今天上车的时候，哎呦，刚好没有动，没关系。假如说你今天上车的时候。对，不是你的位置，对你就是按着一标放，原来它连镜子都会回到你原本的位置，一起记忆。对，所以使用方法就是这样子 ，set 按数字，那以此类推，二也是这样推 ，OK。哦，然后左右拨的拨杆嘛，那这拨杆也有分，当你今天在打 R 档的时候。拨杆拨到左边，你在打 R 档的时候，右边的后视镜它会自动往下照，会照路墩的部分。如果你不想要它照路墩的部分，你把它往这边拨，打 R 档，它会锁起来，它不是锁起来，它就是平的，它就让你看后面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小的贴心的功能，控制在这边，然后电动窗。电动窗现在没有 one touch， 是因为我们门是开着的，因为代表它不会让你开门的时候 one touch 到底 ，OK， 应该是其他地方都可以，四个门都有 one touch， 对，每一个地方都有 one touch， OK， 喂 ，OK， 这个就是锁，按下去就是锁后面的车窗，不让后面的人控制，就是你自己控制而已，就是这个作用。后车厢按着，它就开了，但是自己要去关。固定网，它的扣子的扣法是它有个卡榫，这样子进去，这就可以了。每一个都一样，那你在上面就可以压东西，它就会固定住。下面还有一个置物空间，用那个放。拖车钩在这边，拖车钩，OK， 来盖起来。那个后身电脑跟电瓶，电瓶在后面，
那通常，可是它这是通常双臂的车的电瓶都在后面，它前面会有线可以去做充电的动作。待会我们接到到引擎室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讲到。好，那这个做法，这个放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对准好来之后进去，进去之后这个旋钮锁起来，锁起来，你就好。喂，这边来，大灯的部分。Auto 关闭，小灯、大灯 ，OK，Auto 是天色黑会自己亮。对，所以通常我都切 Auto， 都在切 Auto， 就再也不理它。那这个是雾灯，雾灯，雾灯一定是跟着大灯一起联动、嗯，所以当你天色暗，灯打开了，嗯、它才会。才会做动、嗯，除非你要直接开大灯，所以你不管白天什么时候，你只要大灯有亮的时候，你这个就可以按，嗯，这就是 OK 的，然后这边按一下，五灯，五号 ，OK， 这边下面这个关掉了，看到吗？有啊，亮度是哦，是里面背光的亮度，对，背光的亮度，在这边调整。OK， 好，这边 BC 的部分就是可以做这边中央小萤幕的那个行车资讯的切换，按这边 BC 的部分来去做切换，还有油耗啊、每次的时间啊，对，这些都可以做切换。OK， 好，方向灯是基本的，闪大灯，闪大灯是用拉的，然后推是推就是切换到，对，没错，好。继续哦，定速它这边有个符号，你要先启动，然后它的定速符号有的时候，它代表你现在才可以去做定速的这设定。它有分 set 跟 reset。set 的意思是你随时在什么时速，你想要定 set 到它的话，就是按只要 set， 比如说你今天应该是40公里以上啊，你设定完，它油门就可以放掉，对，就可以放开了。就算是手牌也可以，我知道。OK，reset 的意思是当你解除了，它会回复到你上一动设定的上一动，没错，你就不用自己再去踩回去了。当你设定有定速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用这边去做加减的动作。加减。那你自己播看看，轻轻播跟大力播会有一个 one touch 的感觉。第二段的加。大的加十，加的大加十，轻的加一，减也是一样，减一减十二 ，OK。好，接下来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换到右边来，这边可以去做大小声的切换，然后你的 mode 在这边也可以去做调整的动作。Mode 理论上它会把你这边的，比如说 Media 跟 Radio 这边来去做切换，这个部分有可能在解黑屏的时候，中文化的时候，它把它关掉了。我们下次来把它开启。OK。对，这个到目前没有到很明显，但这是一个现在才发现的问题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但是它影响不大，下次来我们把它用一下，因为这是新的。有点小的东西要解决，拍谁？画面切到这边就是 BMW， 它现在这一代来说，它是新一代的影音系统。从这边来去做所有的功能的操作都是在这边。BMW 的阶层很简单，看到的往下点，就是它就进去了。每个点法进去之后，你看你的右手边是不是有地图的部分？所以它还可以再往右切换到它的下一个选项。你要不要做分割画面啊？不分，那你连地图它就会变成全萤幕来去做显示。那整个的 menu 选单里面有这么多项，全部都可以去玩。那通常第一个我们上次要做的叫做连接蓝牙。蓝牙通常是在多媒体里面，确认进去嘛。往下是按确认，它可以做旋转的选取，它只有分左右，你看到它的箭头，就是照着它的箭头来去走，按左右，对，照它跟宾士两个系统真的是还是有点差别。
是有点差别嘛，把它关小一些，小一点点。所以当我要连接蓝牙的时候，已经在这边连接装置，然后没有设定音乐装置嘛，新增，看到吗？我都是一步一步接着来的，每一个系统它都是一个照着它的模式去走就可以了。这边就会有采用并连线，浩润的手机这边连接，采用并连线，连接完了之后，现在是它代表你蓝牙已经连接完了。看到你想要进哪一个，你就点进去，当然是有的。嗯，对啊，就真的是一定要有了，真的没办法。那这边就是照着他的想要的地方去做设定，大上落地点是这边啦。可以了，我们来看，搜寻目的地，有没有？先前目的地啊，搜寻地址、兴趣点，以记忆的，然后看你想要从哪里。那就可以跳到这边来去看它的导航的路径，然后通常会把它选到互动式地图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，然后这边再去做调整的动作啦，去做这个应该是它就是出去，你当你有GPS 开始启动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在做操作。说它不好用不好用，但是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啦，是还是 OK 的啦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去做它的这边的调整，这就可以回去再去玩一下。因为太多音乐嘛，我们就不多加介绍，跳过。对，所以在整个系统的部分，现在都已经把它调成中文化。除了像这个以外，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点。再处理一下，对，要再把它处理一下，其他应该都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在这边的讯号的那个 service 上面，它都是零故障码的，所以这个应该去做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边的部分就让你去回家去摸一下，像设定啊，里面有 language 啊，屏幕显示屏啊，这种很多可以资讯要不要显示，真的是要。这就是你的玩具，我知道，这是你的功课。这可以玩很久，这可以玩超级久。我要解释完，这真的是我们会大家会睡在里面。但是我开始教实体的按键。实体按键从这边开始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自动，对，有自动就是这一颗钮，按下去就启动了，自动就是有亮，对，亮的就是它有雨滴感应的时候，它会去刷了。那这就是它的敏感度。对，敏感度在这边啊、越高就是因为它这边都照着它的来线，然后上面就是上下都是单刷，然后往深拉就喷水了，要不要喷个水？哦，喷一下。我有。好，喷完水还要刷三下。好，再刷三。所以再过来这边，就我们刚才已经试过这个排档了嘛，这边都没问题嘛。R1234566束手牌，这个就是停车熄火的按钮。通常亮的时候就是它在开着，对，它你在停车的时候，它会判断你的电子的电流的电压有没有稳定啊，现在电充不充足啊。如果 OK， 情况允许，电脑计算允许的话，它就熄火。那通常我不会让它，开，太烦了，对，太烦。而且它那个最启动马达的跟辅助电瓶是一个寿命会减。对。再往下看，警示钮在这边，中控在这边，这个是快速的冷热切换。
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0度滑式的，下次来我们要处理这个时候，顺便我们把它改成设置好。OK， 好，因为我现在这边电脑没办法做处理，这个都要外包的去。这个叫做，比如说我这边是设置24度好了，你想要它不会跳25度、26度不会，但是它会把热水阀里面的热气导进来，对，就会把它导进来，它要变成暖气的状态。这是变到有比较特有的一个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一个，算是很快捷的切换冷气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收音机要不要做记忆在这边？光碟，大小声，然后 FM、AM、Mode。我们在做切换 mode 的时候，这个 mode 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 mode， 我知道。对，它为什么没有启动？怪怪的。好，但是这边可以去做切换，这个就可以了。电热椅，三段是最热，温度 ，OK， 前面储物，好，这个，后面储物，然后这是它的风的方向，三格。有没有三个上中下都有出，中下就是腿部那边、下可以去做循环的动作。风量关的话就是关到底，那就关了。这是你这边的，右边的室内循环、室外循环。A 就是 Auto， 让它自己去做判断。M 就是手动，你要让它选择现在是室内。这样子是室外，关掉就是室外。对，那 Auto 当然就是你可以用现在的温度让它自己去调配风量跟方向。那 Max AC 当然就是你上车把它开到最强压缩机去给它吹到紧绷。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建议一上车会痛，而且当你车很热的时候，压缩机立刻要 working 到很最高效率的时候，其实对它也容易坏。所以通常都会自己去做调整的动作，因为机床都没按了，那你这边的电热 ，OK， 好，再来，下来可以试试看。防滑，按一下第一段的接触，那它有两段，它有两段，我们要按着第二段不要放的，按着不要放，它出现一个 DSC 哦，直接连都关掉，它是最大权限给你。第一段是简单的权限，大概你把它用它还是会救你嘛？如果真的失控，介入的程度变比较晚，对，比较低了。但是 off 掉的话是它是介入程度是完全超级低了，是超级低，它不会到完全，但是超级低了，几乎是就是没有了的状态。所以翻卡我不知道你怎么用。你可以越熟悉的时候再用，熟一点再用，现在不敢了。建议是这样子。好 ，Combo Echo Sport 现在每一台车都有这样子的东西。Sport Plus 你自己的动态风格稳定，这些都是可以去根据它原本的设定好的来去做调整。那 Sport Plus 就是你看它已经直接把你的那个第一段就关掉，那它是关第一段，它还是保留第二段电力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个是在随时驾驶中都可以做切换的。好，前后车距雷达，来刹车帮我踩一下，然后刹车帮我踩。我等到啊，当，它就会打，它就会自动跳出来了。你也可以直接关掉。好，那我们在一般的状态下的时候，钮也可以把它关掉。我们应该在情况，就算在。没有打阿档的情况下，它可以直接跳测距雷达的部分出来，显影就不会跳出来。这是管测距雷达的，关掉，打阿档它就直接跳出来。OK， 好，在这边刚刚就介绍到，它整个的滑鼠的旋转，它上下左右都可以，但是你要看它判断它这边有没有出上下的那个给你，通常都是用旋转的，会比较方便、比较快速一点。来，往上喽。是不是有什么灯没有关到呢？是你刚开的，是不是？我刚开。OK， 好。里面有点暗。没事，开。这已经全开了。好，后面有这边也有我自己的。好，我也有单边阅读灯。
阅读灯以及后面的这样，好，打开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帅一点。好，这双，这一颗，它一样有 one touch， 轻轻的，到底，你拨拨看，现在到底了，你可以把它往旁关，也都可以。按久一点，对，到底。哦，对啊，那个两段的感觉，两段的感觉，就是 one touch。那 SOS 现在就把它改掉了，就变成在你的手机里面打给我，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。OK OK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这是美国的那个互联网，对啊，现在没有用了。那这边的阅读灯一样，跟后面一样，阅读灯，想睡觉、啊。真的很长，没办法，我们真的要冷气，很爽，真的舒服，真的舒服。来，这个 NW 就是它的指南针，它会跟你讲说，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头的方向是朝西北 ，NW 西北，引擎盖在这边，它这边有个二层，它不需要像传统的拉出来一下之后，前面去找卡榫把它打开，它只要拉两下，一直就是就会打开了。传统的它需要。找卡榫不要，我举起来就好了。然后我刚刚讲到的后面的充电的部分，电池它的正极会拉到前面来这边。如果想要充电的话，或是阿斯电的话就从这边，正极、负极这边接地线，车子这边 OK， 那就可以充电了。OK， 哎、okay ，站起来。水箱在这边，通常啊，在热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开水箱了。然后现在的电脑啊，你要加水，它水不够的时候，它会提醒，它会跟你讲，它会跟你讲。所以你现在自己没有什么所谓的要检查，电脑会卖什么？那这是水箱的部分，水箱应该在这边下面是附水箱，对，附水箱。就让它去循环进去，它跟雨刷是同一个吗？不一样。所以刷水在这边下面。哦，它盖起来了。对，还没盖起来。对啊，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在保养的时候，它雨刷水就算没有，还有一个维修。要把它就是电脑上面对，还在修。那我该教你怎么把这个盖起来。因为现在都是双油压顶杆的嘛，它其实它的上升阻力是有点多的，通常我都会用自己用让他们自己引擎盖的重量，比如说我放在这边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它油压顶杆会卸掉了，会没力了，对，它开始没力的时候，就这样子那个状况的时候压下去就好，然后整片的力量往下压，关起来它比较顺。LED， 这个很亮。